刚刚讲到这一题要怎么做哈？其实程式哈非常的简单，不难。那我们逐一来看一下，我先把它 delete 掉。要写的话，其实啊，我当然习惯就是顺着我们的逻辑。你知道逻辑通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了。第一个的话，我们可能会需要 import 这个东西，random 嘛，random 顾名思义嘛，就是乱数哈，去取得一些资料。啊，它其中有一个方法叫做 random range 啊，random range 这个 random range 哈，实际上顾名思义啦，就是乱数帮你取一个范围的数字哦，特别注意。那这个 range 哈，跟之前我们用的那个 range 还蛮像的，就是你要取一到二十的话，就是一逗点二十一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它就到这边停下来，不会产生，所以它会产生一到二十之间随便抓一个，哦，有点像抓一个球哦，但是它不是球了，它就是类似像那种，我们如果要开奖，像大乐透啊，一到四十九有没有？它也会乱数抓，哦，那它实体有个球啦，可是这个是看不到的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。在这里面抓，那所以呢，它会把这个产生的值，像刚刚产生19，OK，我们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输出的是19对哈，然后它就会先把这个产生的19先放在这个前面的 RND 这个乱这个变数，哦，啊变数就先放在里面嘛，啊它就放一个数字19，那接下来的话，我要这个区指的是我要输入一个值啊，请在这边输入一个，我就把10放进去了。OK 哈，那放到里面之后的话，我要做什么啊？你帮我random 猜一下，然后到底是高还是低啊？所以接下来的话很简单啊，所以特别重要，你会发现程式真的不复杂，其实就是循序的，你就把逻辑那个思考出来哦。我想啊，再来就是熟悉回圈的写法，剩下来就是说，哎，接下来哦，最重要的部分就是，请你在什么呢？就让他一直猜。所以呢，我这边有个 while。while 有意思说 while 回圈嘛，哈，空一格加一个一冒号，一的话就是 true，意思说哈，因为呢，如果你今天要不断的去做的话，那就 while 一就是 true，true 就是一直不断做的，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说，请你一直做，意思说让他一直猜没关系，所以呢，这有点像油门踩到底，啊，最后里面一定要有个 brake 刹车。当什么时候要刹车？当他答对了嘛？OK，或者当他看到人的时候一定要刹车，或者看到什么应该要停下来的地方要刹车。OK，所以电动车的逻辑大概也类似像这样的。哦，话有衣帽哈，所以你踩油门下去，它就有点像话有衣帽，哎，继续把那个哈，这个车辆往前。那所以这里面一定要有一个 break 出口，哦，停下来。啊，再来的话，我们可以做逻辑判断，所以 if。好，所以你看，回圈加上逻辑判断，if 什么呢？我猜的数字，如果比什么，比那个 RND 小的话，对不对？那我应该怎么样呢？哎，print 一个讯息跟他讲说，哦，这什么样呢？哎，这边有哈，所以我就拿这个。如果我猜的数字比他的乱数还小，那我就怎么样？跟他讲说，啊，你这个地方哈。你应该怎么样了？太低了，再高一点，有没有？OK，应该可以懂这逻辑吧？哈，我猜的比它小嘛，哈。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呢？继续猜，所以继续猜就是再把这一段吧，再复制下来，哎，不，复制，OK，好，不是一下，复制下来，哎，继续猜吧。那另外的话呢，else，所以再来的话就是，哎，另外一种逻辑，因为总共会有三种嘛，比。那个乱数还小，比那个乱数还大，跟那个乱数一样，所以三种嘛哈，所以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就 else if，然后呢，哎，其实甚至可以把这个拿来 call 就好了哈，然后 else if 后面的话就是一个逻辑，把这个有没有复制下来改方向就好了，改成什么呢？哎，如果它大于的话，那当然这边的 print 其实就这两行了哈，这两行也是一样，把它复制下来。然后把它改成什么？太高变什么？太低变太高，所以把高跟低颠倒一下，然后再输入，好，再猜。所以这两种情况呢，就是都猜，应该可以懂嘛？哦，程式真的也没有很复杂吧？这都讲过哦。OK，剩下来的，所以最后有一个什么 else 冒号，Enter 一下，
最后的话怎么样？恭喜答对了，所以呢，最后再怎么 print 一下，哦，这位置 print 哦 ，print 什么呢？恭喜答对了，所以我拿这个来好、哦、复制好了，这样比较快 ，OK， 好、哦，然后恭喜答对了，但特别注意哦，如果你答对的话哈、哦，一定就要踩刹车了，所以最后怎么样？一定要打一个 break， 程式写完了。OK，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？你说这样程式你会写不出来吗？好、oh, ，OK， 试一下哈、哦。总共大概13行，哎，不用特别去背啦，都很直觉的。OK， 好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、哦。OK， 所以其实基本上哈、哦，这边可能比较对大家来说比较陌生的，应该就是坏有一冒号。以后你就记啦，反正你要让它不断去做的话，很简单，就打一个。while 一冒号，那一的话就是代表是 true 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一定要进到回圈里面。OK 哈、哦，啊，但你不能说老师那可不可以 while 零冒号啊、哦？不行，零的话就直接 false 就直接跳离，意思说什么事都不会做。OK while 一冒号，但是里面一定要有一个 break。如果你那个 while 一冒号里面没有 break 的话，那就会变成一个无穷回圈。无穷回圈这个程式一定一直在跑，它不会停下来。啊，不过它画一冒号有一种情况就是，如果你不要 break 就让它一直跑了，所以它会一直 check， 比如说网络上面一直捞资料，捞到什么时候呢？当然还是会有个停下来的地方了哈。当什么情况发生，帮我回报一下啊。所以画一冒号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当成是让程式不断帮你去 check 一些东西的一个回圈方式哈。